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哈拉。本期 Vlog 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拍摄天坛悬日的。悬日最早来源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体物理学家尼尔·迪格拉斯·泰森在2002年首次提出的曼哈顿悬日一词，代指每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出现的标志性自然现象。由于曼哈顿街道大多很笔直，因此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日出日落时分，太阳正好出现在曼哈顿街道的尽头，从而呈现出一幅幅壮观的戏剧性画面。在每年的春分、秋分前后，太阳都会从正东方的地平线升起，从正西方的地平线落下。因此，对于北京这座主干道横平竖直的城市，我们只要找到一条正东西走向的道路，配合好的地景来进行构图，就可以拍到很特别的悬日照片。2019年9月22日，秋分的前一天，我与三位朋友一同来到位于北京天坛公园东侧的一座过街天桥上，这里是拍摄祈年殿悬日的经典机位。因为一年只有春分、秋分前后的两次拍摄机会，所以当天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。下午4点，陆陆续续就有不少人在我们旁边架起脚架，占领机位。人群当中不光有刚上大学的艺术系学生，还有70多岁的退休老大爷。每个人都认真地调整着自己的相机，等待那一刻的来临。当天的日落时间是6点12分，通过软件的计算，太阳将会在西方偏北一点的位置落下地平线，而我们要抓住的那一瞬间就是在5点50分，太阳抵达祈年殿正上方的那一刻。好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此次拍摄的悬日照片将会发布在我的微信订阅号中，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回复关键词"悬日"即可查看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